欢迎收看 Web TV 网络大明星，我是王恩，我是罗文玉。我们这一集里面又有个特别来宾，又跟你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契合，个人是蛮期待的，因为我们一把吉他配上他的 vocal 基本上都满了。其实我们在部落就是这样，喝一点小饮料就能唱歌，是很随性的那种。对，乳酸的饮料，乳酸妈妈酿的一些乳酸饮料。好了，他准备要上我们的车了。OK， 欢迎大家。不要管后面有没有人了啦。我也觉得，哪位啊？不好意思，我是浩恩啊。不啰嗦，我们就先用一个音乐来开场，直接带来这首《渣渣歌》要不要？就 A M I A M I 啊。啊，来，我几个。结论是你单飞是对的啦。浩恩会拖款的演艺生涯，你不要这样子讲。根本是台湾爱戴尔太会唱，太好听了。哇，这张专辑其实没有刻意的想要走那种炫技啊，是反而多的是一些松的哈，一些抒情歌的。哇，那首还是想念那首，好好听。那首歌真的是，连肉 DJ 就在后面了，听歌才是重点。你在哪里？我拜访旧回忆，四处打听，偶尔有谁提起，却只是只字片语。有些人记得你长长的背影，有些人好像和谁一起，更多人遗忘了你，反而对我关心，忘了我就是你。哇哇，我觉得我跟你讲，听你唱歌，我要郑重的跟大家宣布，哎，我要退出歌坛。不要这样，不用这样，太好听了哇！谢谢。真的，你发现你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，只是帮他开车而已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好，回部落，快点。为了你，我直接在台东开 Uber 了。不过我想问佳佳，你现在从以前组合到现在，然后个人单飞，然后有很多的作品，那你接下来音乐的梦想会是什么？你的想要努力的下一个阶段？我希望自己可以多创作，然后多学一些乐器这样。对，就期待你接下来小巨蛋了。对，小巨蛋，哇塞，一定要啊，对，好不好？一定要，实在没办法，就台东体育馆的了。我想在听他唱歌。对啊，我们就一起啊，想到什么唱什么，好不好？唱到爽为止，我们就。好呀，好爱呀，我爱呀。换你。我为你疯狂，我为你掉眼泪，我为你发高烧。哎，好吗？送到台东那个马街一眼，原来是相思病。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要活下去。团结起来，当心相爱，因为。
人，现在还是一家人。鳌山区，你加入了、哦。潜水来，巴黎下的姑娘美如水呀、啊，巴黎下的少年壮如山。哎呀，想要继续唱下去，但是五分钟我们的节目。刚刚唱的那个主曲就剪掉大家不要忘记，就是4月23号的 Legacy。 在我们网络大明星每次都大手笔，大明星来了呢，而且都带礼物哦。佳佳的最新专辑，最新专辑还是想念，对不对？对， Still Missing。 为了要表达我对佳佳的支持啊，最大的你想干嘛？你有几张你有几张？你想干嘛？我就学潘玮柏塞100块在里面。那我们希望大家拿到这张专辑，拿到100块抛砖引玉去买一张，好不好？也希望佳佳的专辑能够100分的成功，好不好？对，那我们请佳佳在这边签个名。那最后要出一个考题，让网友来一起来回答，能够抽到这个奖。出的题目是：请问佳佳的新歌巡回演唱会是几月几号？在留言里面讲这个答案，然后呢分享给你的朋友这个影片，我们就抽出三位，然后呢送给你佳佳亲手签名的专辑。刚签好了。里面还有。满百的100块的这个祝福，对，祝福在里面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的 Web TV 网罗大明星，我们大成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